主料那南瓜250克，瘦肉150克，辅料小葱10克，大蒜10克，油盐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姜蒜切成碎末，小葱切成小段，瘦肉切成小片，南瓜去皮切成长条状，在平底锅中放入适量油，开火，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炒香，然后放入葱和蒜爆香，放入切好的南瓜条，加入适量的盐，等到南瓜条变色，加入适量鸡精，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南瓜是很好熟的，烹饪技巧很简单的一道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